那么刚刚呢，制作他问我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哦、喔，笑是，航运股它现在到底波段买点出现了没有？ 我就一个很简单的举例哦、喔，今天早上呢，我请问各位，你有没有看到有关于美国针对附加税的一个税问题？他们已经提出他们的看法。简而言之呢，美不美国不干预目前呢所克征的业税附加税。就航运类股的角度，它是一个标标准的利多。结果呢，当你看到这个利多，今天早上哦、喔，航运类股是开高走低又走高。我知道有很多投顾老师突然想到这一个附加税可以克增的业税利多跑去追，结果尾盘又收在业税最低的低点哦、喔。那基本上哦、喔，航运类股。 他不是这样操作的。那同样的，好，还是老话一句哦，你不要在旁边看戏，说哎呦行业内股，哎呦行业内股，我们都不要做，我们还是做电子股好的。我举例几档股票哦，你要清楚哦。八零五4的叶水安国，在上个礼拜的时候不是全投顾，好像没有八零五4的安国。我讲讲白的，根本不敢上投顾节目，對,对对？我这样讲没错吧？就麻烦你现在回过来看，安国跌到多少钱，还跳空跌停板呢。那同样，今天六六九财骏盘中往上提拉，你知道有多少投顾老师在追吗？那你知道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我再讲清楚一点哦，上个月的月底，万庆跟大家报告，我说大盘的月线它是个标标准准的绿灯，可是呢，可是呢，它是周线它是红灯，所以说基本上而言，这一个月它一定会架构在量缩嘛，就像昨天台北股市涨了两百多点，结果你仔细观察台北股市昨天成交量是不是萎缩，连五日均均线量都没碰到，那你说面对这种量缩，你到底要怎么操作？来导播第一个标哦。 日子过得很快哦，八月份已经连续两个交易日。首先，先恭喜我在七月三十一号办好入会手续的会员，连续两天我们都是赚钱的。我怎么做到？来看，先看这张图卡哦。今天早上十点零二分的时候，十点零二分的时候，我也就告诉我会员，我说新太空开低震荡，但是因为昨天我们很久跟大家预告，我说收盘大于 AC，所以说呢，三六五三六五这边我们开始做多，三六五我们做多。那么请问各位，第一件事情，我当初发生这样的讯息的时候，很多会员说。 很多刚加入会说谢老师不可能来，这价位怎么可能来呢？这个价位你看都拉起来，这行情就是要垂直上去。第二件事情，当它往下急杀的时候，你敢买吗？哎，最低的低点三六四，三六四，三六四，这样就高达将近有一百三十点。 那我请问各位，我们到底是怎么做到？你不你外发现呢、啊？最近呢、啊，不管包括期货，不管国外股票，你只要利用急涨去追，很抱歉，它一定杀；利用急杀去买进，你才能够赚钱呐、啊。我在节目当中，我一直在跟著强调，我说主力做手操作还是价格在价格的念，包括周线、月线观察包括多头主线，更重要的又是重点。 你可不要学一般投顾老师啊！就像来，我们再看一下今天的江波图哦。你知道投顾老师有多么样厉害，你知道吗？在这边看他拉上去的时候，认为说他会在往上冲，就市价买进。市价买进的时候，当他看到低点破低的时候，把多单停损，在反手放空。结果尾盘又被压到一个所谓天花板。那这你要怎么样去破解嘛？很简单。 今天主力做手在实战上面，它的操作百分之九十五的时间，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跟随方向。主力心太多，或是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的空。现在连主力做手都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向，你为什么盘中一下要做多，一下要放空呢？麻烦你去问我的会员，你们跟我操作操作这么样的久，我有二十分钟前做多，二十分钟后放空吗？没有嘛，没有嘛，这是为什么？在短短十个礼拜时间，我们能够掌握一万一千点。 你不要小看这一万一千点，十个礼拜前，也就是两个半月前，你办好入外手续的，你三十万的资金，现在已经变六百多万了更何况你六百万的资金，更何况六百多六百万的资金，现在变了多少？那我请问各位，过去这十个礼拜你们到底在干什么？而且我都有跟大家预告，不管装包括收盘大于 AC 还是收盘小于 AC，我都讲得很清楚。即使我戴了两层口罩，没错吧？没错吧？ 讲到两层口罩哈，跟大家报告一下，基本上两层口罩它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哦。有人说有效，有人说无效。那么我个人是认为啦，我比较倾向于无效那一派啦。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你唯有把你这边弄到密不透风，不管是戴一层，不管是戴两层，空气很容易从我们脸颊这边进去。 哦，所以说脸颊这边的话，如果说你没有保护好，不管是戴立体口罩或戴两盆口罩，我讲讲白一点，效果都没有、哦。那我请问各位，开开始了，上个礼拜上个礼拜很记得跟他预告主力心态，空，就有没有一路往下杀，一路往下收了小怪，键，收了小 A 七继续杀，好、哦、继续杀。对，你们有有看过了、啊，你给他看过吧、啊，而且主力更贱的地方在哪里？ 它可以早上 A M 盘跟 P M 盘的方向完全不一样啊！可是我还是老话一句哦，你们这边你们还是要听清楚我的讲话速度稍微有点快，可是问题该慢的时候我要讲的很清楚。很多说谢老师啊，啊我是我是下载你手机版的软体，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去看到诶、呃、P M 盘的主力心态？基本上这件事情我應跟大家报告过非常多次了。手机即使包括苹果最新的一个手 iPhone 十三，我还是讲清楚哦。 你不可能看得到 P M 盘的，为什么？因为手机的容量它是不够的。如果说你想看到 P M 盘，你用手机看，相信我啦，你的手机到最后只能用我的软体，其他包括什么 Light，包括什么 Telegram，包括什么呃，包括什么照相功能会全部大宕机。好，因为我的软体它的系数很大，是根据主力的动态，是根据大股东的筹码在做设计的。那如果说你说老师。 可是我晚上起床，我还是想看一下夜盘，我还是想看一下。我告告诉各位哈，基本上现在电脑便宜的跟水一模一样。我有很多会员，他们的电脑从来都没在关机的，只是进入休眠模式。那休眠模式晚上，比如两点钟凌晨起床，没事做，然后赶快滑一下手机，看一下 p M 盘当时的一个状况。 可是 PM 盘不等同是日盘哦，PM 盘不等于日盘，就像我请问各位啊，上个礼拜一大盘主力心态空，我们跟大家预告杀到最大值，结果礼拜一的 PM 盘，我们看到主力心态是红色的哦，从绿色变成红色，从绿色变红色，结果礼拜一开盘，很抱歉，主力心态还是空。结果礼拜台北股市有没有继续杀？杀到什么时候？是不是刚好杀到礼拜三？跟大家预告收盘大关价收盘大于 AC，结果呢 PM 盘做多，甚至包括礼拜四的 PM 盘往哎，礼拜四的 AM 盘。 跟我们第二安排往下急杀，往下急杀。我还告诉我的会员多，这样就高达将近有两百四十点，等于说两趟很轻松就高达将近有六百点。然后呢，七月三十号礼拜五，礼拜五，礼拜五的晚上，礼拜五的晚上叫做七月二十九号礼拜四晚上。 礼拜四晚上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礼拜四尾盘收最高，可是从礼拜四的 PM 盘开始，我们看到主力心态全部都是个标标准的空。礼拜五一个往下跳水，主力心态还是个标标准的空。这、就是为什么？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航运类股打到一个跌停板，最主要原因，结果来到礼拜五的时候，很去跟大家预告，我说收盘小于 AC 周线红灯，可是月线它是个标标准的绿灯。结果昨天有没有经历过一个所谓震撼的一水交易？主力心态早上先空。 好，难得出现百分之五的机会，主力心态在礼拜五的晚上全部都做多。礼拜五一开，礼拜一开盘心态由多转空，有少人先往下急杀，当心态再一次由空转多，昨天有没有收在个水最高的高点？昨天这样子又不是，是不是又很轻松，高达将近有一百点？好，还没完哦，来开始了解一个投顾老师的逻辑。 基本上、啊，我认为啦，大部分的投顾老师，我说真的，他们除了虎烂的功力很厉害，那什么叫虎烂的功力呢？比如呢，比如说我举例好了，比如像今天长隆阳明，假设的尾盘收涨停板，他们跟你讲说呢，我老早就已经告诉你了，哈，美国不会针对台湾这个附加税采取联合垄断的业所的调查，啊，就我跌下来的时候给取并二取，啊，不然呢，就是今天呢把一档股票遮起来盖起来，然后告诉你这样公司的基本面非常非常好，你要反败。 为赶快来找他，不然就是呢，因为收不到会员，就现在也跟你讲说，他又开始做长龙。跟杨明，遇到那种哦，遇到那种半桶水的老师哦，你千万不要跟，因为跟到最后，你一定会回过来找我谢文安。 我很自豪的告诉你，我应该是全宇宙，我能够给你完整的整套的逻辑。什么叫整套的逻辑？来，以昨天为例哦，昨天外资卖了一千六百八十一口，我很久跟大家预告，我说收盘大于三六七，而且收盘大于 A C。可是什么还没讲完哦。 我说昨天收盘大家跟我讲，收盘大于,于 A C，可是昨天空头主力套，反正你只要看到一个 double double，你只要看到 double 这两个字，一定是跟上面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好、哦，一定跟上面方向不一样，好，开始慢慢来喽。那等于说呢，如果说呢，你单纯昨天收在最高高点嘛，昨天的主力心态它是多，没问题。就昨天 P E 盘又来了，又来了，又是不一样。昨天 P E 盘主力心态全部都是空，就昨天 P E 盘先杀尾盘，今天早上开高，跳空开高的时候，麻烦看一下大盘的主力心态。 哎，主力现在很简单，就是绿色还有红色。而且好消息在于哪里？很多都笑死啊！你们现在所有头顾都在推八八节，什么八八欢庆专案？我还是老话一句了，我的专案就做全方位三六零，顶多后面多个八庆祝八八节，祝天下的爸爸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新年快乐。 哦，oh, 我的专案永远是全方位三六零。不过好消息在于哪里？我还是老话一句哦，你看我的节目的时候会跳出会跳出很多投顾老师的广告，对不对？那当你在欣赏其他投顾老师画虎烂的时候，你会看到我的广告跳出来吗？如果有，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一定要感谢 YouTube 给我免费。你知道 YouTube 上广告一个月是要好几百万呢、欸？ 还有包括 Line Eight，我每天只发一则讯息而已，光一则讯息一个月就恰举我七万多，我都受受不了了。那更何况说没有了，不是受不了的问题，是说我干嘛去花这种没有意义的钱嘛？就像呢，你现在为什么很流行团购？因为很简单，人家不想直接直接跟中间商去买，因为避免掉被剥削。 那我请问大家，大家在 YouTube 花这么多钱广告做广告嘛？在 Light 花这么多钱做广告，我请问各位，他们一个月的成本多我三百多万呢，多我三百多万呢，那他能给你什么样优惠？能给你什么样的优惠？那我还是老话一句，我这一个人，我都是事前讲在前面。就像昨天跟你预告收盘大关的收盘大于 AC，可是空头主力套，就是因为空头主力套这一件事情，我请问各位，早上这几单要买吗？ 早上其他要买吗？当然不可能买的，因为大盘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扣。可是它再再往下杀一刀，来到三六五的时候，为什么要买？为什么？因为刚好杀到我传真稿的大值。是谁这么爱我啊？一直嘟嘟嘟嘟嘟,嘟，我看一下啦，我先瞄一下了，瞄一下了。什么？我看一下，这叫什么？ 恶 <laughs> 意抢生意，现在人吼、喔、恶意抢生意的逼几率已经很习惯了，这也没什么好讲的。好，继续，继续，继续。然后呢，今天收盘呢，今天就不用讲了吧？因为今天收盘大于一七四九五，大于关键价，那收盘大于一个所谓 A C，有看到哦、喔，有看到哦、喔，有看到。好，开始来讲航运股、喔。那基本上呢，现在来找我的投资朋友應該99，应该百分之九十九都有航运类股。 那我现在哦，先给大家一个所谓期许跟报告。我请问各位，你认为航运类股有没有可能哈？我说我买下去之后，每天涨停涨停涨停，我就解套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我会讲得很清楚哦，再一遍哦，我在上个月的月底的时候，我很清楚就回答制作的问题。我说大盘好，大盘月线它是绿灯，行业股它的月线也是个标标准的绿灯，它已经终结从去年十二月十六、十二月十六以来的一个所谓逻辑。那你知道一个重点在于哪里？当我从红灯变成一个绿灯，代表我这一个月，也就是八月份，我上个月画图给大家看的，我说行业内股它可以这样走。 他也这样走，这样走是好事哦。他也可以这样走，不过这样走就很麻烦了。这样走就非常非常麻烦。可是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这样走，好，这样走，好，等于说呢，我今天以盘代跌去混过月线绿灯的夜水卖压。好，来，我们怎么做的？我们怎么做？先看，慢慢看哦。我们在上个礼拜，上礼拜往下急杀，从一三七赚到一四五，我们赚了八块钱嘛。那昨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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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昨天分批买，哎、欸，昨天一三三到一四二。 所以一三三到一四二，我们赚了九块钱，因为昨天一开盘的时候，这边这一段大盘主力现在空，所以说最低的低点，我传真稿我有写到，哦，传真稿有写到，可是我个人我没有买，我传真稿我写一一八点五，我是等到一三三才带会员去买，赚到一四二，我赚了九块钱。来这一趟哦，今天这一趟哦，基本上今天这一趟呢，我在里面开的 l 我也讲得很清楚，这一趟是 VIP 做。 好、oh,，VIP 座，因为等于说呢，我们今天我们行动会员，我们人数真的非常非常多。那今天我所要出手，一定要叫各位完完整整的叶水策略。来，什么叫策略？我请问各位，在昨天大家都有做，这一趟大家都有做，为什么昨天这一趟大家都有做？因为很简单，昨天早上这一趟大盘主力心态是空，然后这一趟之后大盘主力心态多。那大盘主力心态多，我就找切入点。可是因为今天大盘主力心态这一趟这一趟还是一个标标准空，可是问题 VIP 的会员他们就做一个特色，老师啊。 啊，你不要管我吧，你就是每天出手，你用你的专业出手就对了。好，看着我，今天在九点九点到九点三，哎，九点三十九分的时候，一四一到一四零，好，我们白色是挂一四二，后来改成一四一到一四零，我们买进。 那买进的时候在十点二十分，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看到时间很清楚哦？十点二十分扣讯一四五到一四七点五当中，好、哦，等于说这边买到这边卖掉，这样就赚了六块钱。可是这趟就走 VIP 做，哦、我讲的很清楚哦。基本上呢，行业内股，老师啊，为什么行业内股要这样做？拍手、哦、没办法啦。我们现在讲哈，我们现在讲明天好了，我先讲明天了，因为这张字卡放错边。那既然看到这张字卡，我们就来看一下、哦。在看这张字卡之前呢，我们现在想一件事情。 我明天我长龙能不能这样走？再来一遍、哦、你不要管这什么东西哈、哦！我明天我长龙能不能这样走？我先问大家能不能这样走？老师我不知道哎。基本上哦，你今天你要成功，你一定要有一个初步的预期跟规划。麻烦你把昨天你们拿到的航运股传真稿打开来看。 我是跟大家预告，我说今天开高，正常而言，因为我不太确定嘛，因为昨天是收盘大于关键价，收盘大于 A C，所以说我认为呢，航运股正常而言，今天开高它会往下杀，再往上拉，好，往上往下杀，再往上拉。我等等一下给大家看证据哦，看证据哦，在昨天的航运股传真稿里面，我已经写得很有，写得非常非常的明白，哦，没错吧？那我请问各位哦，今天航运股它收盘小于关键，收盘小于 A C。 我明天怎么这样走？我明天怎么这样走？我可以讲了，所有的图形都是变来变去，就那几个图在变来变去。可是我相信我啦，如果走这个图哈、喔，你就会停留在地方。好，我们先讲比较简单的哦、喔。回答制作问题：徐时师，为什么难道没有波段行情吗？来，再看一遍哦、喔。今天收盘小于二呃二六零九，阳明嘛，二六零三长隆呢，收盘收二六九，小于二七零点一七，而且小于 AC。 好，我现在跟你讲运输类指数哦，运输类指数收盘讲，关键收盘 A C，然后呢，多头主力套，那精确的价位到底在哪里？我会在今天的传真稿里面写得很清楚。那当然，想要验证所选的好朋友，我们电话号码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八。那同样的再变哦，为什么没有办有？我要把它讲清楚吧。为什么这一个月航运类股它就充其量就只能上下震荡？很简单。 我在节目当中，我要跟我强调，我说月线红灯跟月线绿灯，还有操作的月水连续性，哦连续性。那我只是因为我们不得不做，哦，因为有太多投资友有行业类股。那你现在行业类股要赚回来很简单嘛？你慢慢做，一块一块赚，或者四块赚。因为我们昨天赚了八块钱，还赚九块钱呢、啊。只能赚八块好了，只能赚八块钱的话，我请问各位啊，我一天赚四块钱，我一个月我可以赚八十块钱，八十块钱，我两个月是不是可以把我损失一百六十块给赚回来？ 那我们有没有成功？光七月份，你随便买个十张，你买个一百张，你要赚一百万，要赚一千万很容易。我们怎么做到了？当它是趋势盘的时候，当它是趋势盘的时候，当时在十二月十六号，十月十六，号，当时十六块钱的时候，我也就跟你预告，我买阳明，然后三十一块钱，当时主席听三十一块钱买进长荣，然后长荣之后九四点八买二六一五的万海，二六一五的万海一百六十块，而且我还是老话一句哦、喔。 这些股票我进场买的时候，我请问大家，我有车我有。 盖我有演吗？没有吧。所以在泰勒管的月水部分，PRO 一零一八，P R o、18, 我需要花广告，请大家赶快加入吗？没有吧。我只记得一个投顾老师该有的责任、M e, 跟义务，跟跟讲一百六十块买，然后呢九十七点九十七九三九十三哎七十三点三七三点三二六三六的台华，甚至一百二十八二六三六台华，我还在加买进，而且我都有跟你们讲了、欸。那讲到这个头贴哈，最近有很多人。 真的啦，我只能说了，人怕出名猪怕肥了。有很多人盗用我的头贴，然后在贴的滚的部分呢，去招揽客人。我建议各位哈，第一件事情，我盘中我盘中跟 V I P 的谈话，好，除非你是 V I P 啦，跟 V I P 的谈话绝对是透过 Line。 而且盘中我也没有时间跟你讲说呢，赶快哦加入哦，赶快去买哪一档股票哦。而且你知道吗？有很多客人他们打电话来我们公司反映，好说我带他去买港股，光一天时间，光一天时间，一个礼拜还一天啊，随便呐、啊，输了三百多万，活该，你活该嘛？我就是讲你活该嘛？我真的我只要讲白一点，活该，那关我屁事啊？啊，关我屁事啊？ 那人家拿我的头贴，然后还跟你讲下面还跟你讲说唯一官方账号，你就相信了、喔，你就相信了、喔。你要不要看看我节目？我在节目当中我给你讲过港股吗？所以说我说你活该了，真的输光光了，输光光了。你要免费的讯息，人家要你的钱，人家要你的命。你是第一天来股票市场哦、喔，不然你叫他留电话、啊，你说我要华信投过电话、啊，你你叫他留电话嘛。你说我打去是要华信投过啊，那华信投过电话号码多少？零二三九三九八。 好，你不管去查一零四，好，不管网络查，你叫他留电话，留公司电话，看他敢不敢。所以你不要笨的跟猪一样，好不好？你说三百多元，关我屁事啊！我什么时候带你买港股？活该了，连领到一起了。我也懒得去变什么叫真正官方账号啦，太复杂了。来来来，又大赚。好，所以说五百六十二只涨停板，五百六十二涨停板。那进入巷战的时候，剩下的十分钟时间，跳跳快点。长隆现在十九块钱。 然后跟你预告不要追，然后开始卖，开始卖哦，两百多要开始卖哦，两百多开，两百二十四哦，两很怀念这个数字哦，两百二十四哦，开始卖，开始卖，卖完之后买回来，买回来之后，哎，买买哎买回来买回来之后，隔天把它卖掉，隔天又把它卖掉啊？为什么卖？为什么卖？因为很简单。来再看一下七月九号，七月九号买回来，买回来，然后呢？买完之后周线绿灯，细啊！我喜欢再来一遍哦。 我勇敢出手了，没有我我建议啦，这个讯息哈、喔，你认为你跟得上，你欣赏这种讯息，你来找我。如果说你认为他是巴拉扣讯哦，你就算了，你就你这个算了好不好？你你你们你们就找其他投顾老师，因为讲航运类股不是我嘛。现在有很多 copy cat 哈，很多山寨的老师也出来讲航运类股啊，你就跟他操作就好了。航运类股是要研究这样的细，不是在研究上海级招商指数，不是在研究拜登的政策，你是要拥有大盘的主力心态，你要知道它的 A c 还有它的关键价。 你全部都知道，来，必须要七月九号，七月九号买完之后，周线绿灯，周线绿灯之后卖，七月十二号，感谢，吼吼开好高，感谢感谢，赶快卖，然后卖完之后，每天跟你预告收完小关键收完小 AC，然后弹起来杀，然后然后呢又跟你预告一百九十到两百零二，啊七月十号跟你预告哎，七月十号跟你预告二六零九的姚明一百九十到两百两百零二，啊只是你不相信而已，然后呢，然后又开始杀，我们开始获利嘛，啊就所以说姚明赚了五十一块钱，好进入长荣喽，进入长荣的时代喽。 然后跟你预告呢，收盘小于关键价，只有七月十九号，你知道吗？有很多投部老师两百多块一路买下来，我只能奉劝你啊，你来找我了。为什么？因为上海集装箱指数是我三个月前我领先市场，我第一个讲，然后筛港默验出来，然后很多投部老师就被这种新闻给迷惑了。 就像今天早上盘中急拉，你知道有很多投部老师早上不敢买，看到急拉才去追。为什么才急拉去追？因为早上他不知道这消息到底真不真，就一往上急拉，再想到说哦，原来美国针对附加税他是没有表示任何意见，就一买马上套。同样呢、啊、利多利、啊、多、啊，全球三改梦魇来了。而姨，我们跟你预告，收小关价，收小 A H，就我们一路杀，有没有杀？直到七月二十一号，看到我逻辑哦，看到我逻辑哦。 直到七月二十号跟你预告收盘小于关价，收盘大于 A C，然后呢，既然已经出现了两个不一样的讯号，一个多方讯号，一个空方讯号，在七月二十二号的时候往下急杀，我请问各位，一百四十一你敢买吗？你敢买吗？那问题这个一百四十一为什么你不敢买？因为你跟充其量跟一般投顾老师一模一样。 你没有去做作业，你不知道它的多空防守价。为什么叫做全方位的叶水三六零？只要你看到、哦、七月二十号当时八点三六分，我们叫你有告诉会员一百四十一点三四，这是为什么七月二十号往下急杀的时候，我们买在一百四十一点三四最主要的原因。好，最主要原因，最主要原因，来来来来，结果呢？隔天为什么跑？隔天为什么跑？ 因为买完的当天预告收盘带概来收盘小于 A C，知道一百四十八点五到一百五十五是隔天的空方冒掉，这是为什么买一百四十一百五三卖掉？所以说你操作，认为说操作会很难，不会呀、啊，你要有一个规划的能力，知道大盘的主力心态，还有长荣它的关键价，还有它的 A C，还需要知道它之前的关键价，之前的 A C。 不然你说指数怎么可能十个礼拜一万一千多点？讲难听一点啦，电子股也好不到哪里了。电子股现在波动跟期货有什么差别？你们回答我有没有差别？根本没有，根本根根本没有任何差别。好，上礼拜就简单的，在你在卖完嘛，卖完嘛，卖了，卖卖完了哈。来，再礼拜新太空，然后收完小关下，收完小 A C 又开始跌停了，又开始跌停，又一直跌停下去，又一直跌停下去。那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七月二十七号，七月二十七号。 三点三三分，我预告一百一十四点五就是长荣的支撑。结果呢，七月二十八号，长荣真的涨上来了。可是我在节目当中，我也就告告诉大家，我说没有这么容易。为什么？因为在七二八的那一天，我已经知道他们的月线百分之百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绿灯。所以说，不是看到涨停板跟你贴基本面。 看到跌停板，跟你讲停损；看到涨停板，跟你讲说不排除加嘛。你这样子玩会玩到挂掉嘞、欸，玩到挂掉嘞、欸！我从之前每天贴空讯单给你们看到现阶段，我是跟你讲整套的完整的操作策略，整套完整的逆水操作上面的逻辑，甚至包括多空的逆水防守价。这样多空防止价预告完之后，上个礼拜是礼拜三，我没做哦。 礼拜三我没做，我这里就是很诚实的。我不会讲说，哎呀，我礼拜三你看我的传真稿有写到，所以说我们买在最低低点。我不会做那无聊事的，礼拜四买，因为我要让同学了解。你过去没有没有，你看清楚嘛？你过去你跟得上，你来找我嘛？我不是说拿我传真稿，就好像很多投部老师送资料，然后我送的资料里面什么股票涨停板、会议都没有。来，十四块钱，还没还没还没，继续继续。繼續 一百五十到一百五三压力很大，一百五十到一百五三压力很大。再配合的主力心态，它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空。上礼拜五做最漂亮的，往上急拉先卖，然后往下急杀买回来，买回来，买回来，然后弹起来又出掉。到一百三七到一百四十五又赚了八块钱，又赚六发。那问题上个礼拜五弹起来为什么要出？为什么要出？因为这个上礼拜五外资主力心态空。 上礼拜五上下震荡横盘的时候，麻烦回答我，主力现在多来空？主力现在多来空？那你知道目前就市值的排名，第一名叫台积电，第二名叫二三一七红海，第三名叫做二十五四联发科，第四名叫二六零三的长荣。我这样跟你分析过吧？我这样跟你分析过吧？长荣涨一块钱，指数涨二点五点；长荣跌十块钱，指数跌二十五点。这件事情难道你认为只有你知道，我不知道吗？我知道你不知道吗？你应该知道了吧？这件事情我已经讲的非常非常多次了。 就光七月份结束，七月份结束，阳明五十一块钱，二六零三长隆五十三块钱，还在电子股换来换去吗？还是今天所有投顾老师又有六十一的经验？然后呢，之前追了一堆的股票，什五四七的松汉，然后八零五四的安国，然后什六五四八长科，我请问各位啊，你有比较快乐吗？没有嘛。所以说，同样我还是老话一句啊：我管你八零五四的安国，二六零三的长隆，二六零九阳明，它都只是代号，我们在市场上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借由这些代号来赚钱而已。 等你退休那一天，你会记得你之前常州买了多少钱吗？你会记得你安国买了多少钱吗？结果呢？上礼拜五跟大家预告，跟大家预告，跟大家预告，收盘小于二七一点三二，月线它是一个绿灯，跟你预告上海集装指数，你千万不要再被骗。那我请问各位啊，我们昨天怎么赚钱的？很简单呐、啊。 七、欸、七月三十一号礼拜，所以说哈，我们在传真稿哎，航、欸、运股波动很大，慢慢做。传真稿的一个什么部分，我们每天都写。那时候老师写会不会很浪费时间？我讲讲白，会花我很长的时间。可是里面的数字，你真的把它背的一清二楚，背的滚瓜烂熟，看清楚哦。上个礼拜六两点十二分，两点十二分呢，是一四一二嘛？七月三十号两点十二分，我在里面有没有提到？我说二六零幺长中，它的支撑都在一百二十八点五，还有一百二十三点，一百二十八点五，还有一百二十三点五，没错吧？ 那昨天呢？我们都知道长州它最低低点是在一百二十八点五。可是，一百二十八点我们跟大家报告，我说我没有买，我没有买。为什么？我昨天，哎、欸，自己看哦，昨天这个点最低是一百二十三点五，我觉得可以买最低哦，我可以拿这张出来跟你唬烂嘛。你我礼拜六两点十四分，我就写好的一个所传真稿，写好的传真稿，你可以拿出来跟你唬烂。可是我跟你唬烂吗？没有嘛。一百二十三点五，我说我没买嘛。那我昨天为什么？我昨天是几点几分买？十二点零三分，十二点零三分，我们在这边买进，然后赚了九块钱，赚七趴。 我可以告诉你，我昨天赚两两涨停板呢，可是我没有嘛。我怎么做？我会很诚实去跟大家交代，因为昨天早上主力心态先空后多，空的时候我不敢买啊，多的时候我买。好，空的时候我不敢买，多的时候我买。那我请问大家，那是主力心态比较重要？那是主力心态比较重要，还是人家是主力心态比较重要，还是长隆阳明本身比较重要？像今天为什么我做短赚了六块钱？因为今天大盘主力心态空嘛。哦，所以说了解我的逻辑吧，哈。 来看一下这是今天，嗯、呃，这是八月二号，八月二号，昨天，好、哦，昨天，昨天八月二号吧，昨昨天八月二号，八月二号下午的五点四十九分，五点四十九分，我们看东西完全不一样。你所看到的是航《航航海王》还会再冲吗？拜登送礼物，我所看到的是今天开高，昨天五点四十六分哦，下午五点四十六分哦，开高还要往下杀，然后再往上拉。谢老师，可是今天还有杀下来的，你再少少画一段呢。 靠腰了。如果我每一段哦，哟，今天走势不这样子吗？开高往下杀，然后再往上拉，开高往下杀，再往上拉，对不对？然后呢，再往下杀，太水了。我已经尽我的能力，我没有办法规划到收盘那一段。可是哈，他已经证明我是一个很不一样、非常独特的老师。再一遍哦。 今天呢、喔，不管包括行业类股，不管包括电子股，麻烦大家先看一下大盘的主力心态。如果你知道今天大盘主力心态它是空，你会跑去看到六幺六的台骏急长跑去追，就尾盘收最低吗？如果说你知道大盘月线是绿灯，那你昨天会去追什么三零三四联勇四九六一的天域吗？不会吗安国你也不会吗所以说要先看这种大盘。所以说呢，蓝红蓝配。 红区选一个，我建议大家一定要选好。如果说呢，你是个积极招收投资朋友，你下载我们的电脑版；但如果说你是手机版的易水好朋友，好，你说老师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拿着笔电到处跑的话，麻烦你下载我们的易水手机的易水版本，好，手机版本。 好，所以说呢，指数你一定要看得懂。那当然，如果说你每天认同我的业手操作理念，或是你想从我们的航运股的传真稿得到事前的规划、完整的验证，你想要验证的好朋友，你手中有航运类股，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找一个真正在做航运类股，他不是航海王哦。我没有说我是航海王哦，我是从头到尾，我从去年十二月十六号，我每天都跟你分析航运类股。你找不到这样的投顾老师了。你想从我们传真稿得到验证的，电话号码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八，永远相信。 事先预告才是真的。我们明天再见。